Focus， 欢迎他们的表演。哦。第二队的 Lucky Boy。人在佛山真界，虽黑夫妻生爱我无所谓，女你爱我最深爱是大世，如果三地天有情狂热夜，还爱我吗？继续爱多一些，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投射。接下来是第三队阮崇成，还有一个人的表演哦。北拜哎呦哦，这个态度哎不错不错，哎对，要感受不错，戴上面具之后我紧紧抓住我的脚步，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，在这故事之中拥有喜悲需要阅读，我一定要珍惜，害怕跌入陷阱受苦，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，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，拒绝再玩不重复同样的错误，谢谢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接下来这一队是 Always。不错不错啊，外号大钢牙是吧？小钢牙，小钢牙，哎，对，这位啊，阮崇成，阮崇成，哦，不错，不错不错，哪里人？台南，从台南过来的，台南过来，没有，哦，台南县没有镇是吧？这边呢是谁排舞的？他们两个，哦。那你可以跟我们公司签约了啊！哎，这两位，哎，这两位是姐妹还是双胞胎？姐妹。哦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。啊，姐妹。你怎么无缘无故突然跑这一句出来干什么？现在请开始讲评啊！罗美眉先说。这位美眉呢，啊，那么就是因为可能戴了牙套的关系，所以唱的跟我一样有走音。这一对姐妹呢，是姐姐表现得非常好，可是被妹妹拖下去了。哦，谁是妹妹？妹妹是这一位。哦，她。妹妹太紧张了。对对，为什么那个兄弟也好，姐妹都会有一个人拖一个？你是姐妹。
对，都有人在拖着我。妹妹太紧张了。好，于台烟开始，从这边开始说过来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啊，如果没有很多时间大家聚起来训练的话哦，那不如不要跳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中间那三个，我觉得其实故意的，故意的，我们是故意这样表现啊，下次来跳更好。你们这就已经被刷掉了，下次还能来呢？对啊，大概不太行了。飞哥要担心收视率啊。刘大哥，那两姐妹呢？一个是跟不上，是他的，他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又是他。那对对对对，哎，紧张嘛，紧张嘛，紧张，不要说不要说他们，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我从以前啊，上过节目啊。尤其是舞蹈，我从来没有一次跟上的。我有那最右边那位小女孩哈，她最整齐了，因为她一个人啊，只有一个人当然整齐。第二位这个不错了，不错不错，很好，很好。在这个一般职业水准之上，哎呦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这个能够被刘大哥这样讲，不错不错。好，该我们任贤齐说说看。我觉得他们这个自信跟肯定性啊，现在大部分都在看地上，或者是眼睛会飘、会紧张的关系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那个，这个要怎么去克服这种？就把底下的人都当成企鹅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接下来要看各位展现一种团体的啊，这个展现自我的，大家一定熟悉的玛格丽娜舞蹈。玛格丽娜舞蹈，这一次你是站在中间，你要注意一下啊。好，老师请了 ，1 2 3 4。今天一位，还以为同事还没到，好像还跟他约了这里，老样子啊，你朋友来的样子啊，朋友来了，朋友来了。你不要问我，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，你不懂我伤有多深。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劝你别做痴心人，多情暂且保留几分。是不敢不想不应该，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装作像一个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。是不敢不想不应该，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好忙哦，我们等你很久了，我这我哎呀，对不起，替我晚了3个小时啊，大家都下班了，你还在那边忙什么？我那个老板好烂哦，哎，老板，他是老板，这是我朋友啦，介绍你这家子，老板好烂啊，他连一个打字都不请，然后叫我去打，我打得好慢嘞，一分钟才70-80个字啊，来来坐坐坐，这是。很慢，这是太中文比较好，中文打字啊，120可以打。哎呀，我这朋友是 AE 啊，这是这家附近啊左右这个可以说相当知名的臭豆腐店老板。嗯，叫以后如果你常来的话，你就叫我小康好了。小康，我叫我，不错不错，好家伙，好吃好吃啊，好不好吃啊？我问他了，问你。哎呀，
来，老板，我们导演马上来了，剪视频。那工程班呢？灯光赶快送上来。这个真的很好吃哦。我说小姐啊，价钱什么都谈好了的。谈好了，谈好了。这什么颜色？来，不错。老板，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今天面摊子我们租下来了。这怎么还有闲杂人等呢？对不起，赶快赶走啊！好香啊！导演，你这是搞什么东西啊？你搞什么？花钱把这个厂子包下来拍戏？拜托，在旁边不要太吵啊！就是啊，好香啊！要不要试试看？清茶，把厂给它清掉。要不要？对不起啊，我们清茶。什么？老板，我是赶快把我处理掉啊！拍上几片了？我是啊。为什么我们吃东西关他们什么事？哎，老板，我是老板，你赶快处理掉啊！我想你们可能会晚点来，我就先做两个生意嘛。那等一下我们拍的时候呢？我把他赶走就好。这个你要给我们保证啊！赶走就好了。好了，看你做小生意的怎么样？叫他们生意小一点啊！现场弄得怎么样？你们吃东西？好香哦！这么好香还好臭啊！好了，拜托一下，你们既然在这边做的话，就做了，尽量保持肃静，好吧？因为我们前面要把这个戏跟观众交代一下，好吧？哎，对不起，这场地我已经他说什么，把他们挡住，来，这场地我已经租给别人了。场地租给别人，我告诉你，马上想办法解决，找一个临时演员来演一下，好吧？临时演员的，快点，临时。拍戏，这是。拜托，我们在拍戏，好吧？是，麻烦你们一下，来，不要，你再讲一遍，这不了了之就算了，耍流氓啊！告诉我，啊，你说，我怎么样也是把太太放在第一位。哦，对，如果他也把我放在第一位的话，那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嗨，这个回答多棒，这个要鼓励一下了，真的。